一般说来，一个人除了有自己的学名以外，大多还有一个在家庭内部使用的小名，长江也不例外。当地的人们就喜欢把长江的重庆至宜昌河段称之为川江。江轮离开了朝天门码头，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重庆渐渐远去了。由重庆东行120多公里，就到了涪陵。涪陵位于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南岸，是一个傍山临水的美丽的小山城。讲到四川涪陵，人们可能会感到陌生，但是对于四川的榨菜却印象深刻。是啊，涪陵就是四川著名的土特产榨菜的故乡。在涪陵城北两江汇合处上游大约1公里的江中，有一座巨大的岩石，它大约有1600米长，宽有15米。枯水期，长江的水位降到一定界限的时候，巨大的岩石就露出江面，好像一只巨大的白色仙鹤漂浮在江面上，故所以称它为白鹤梁。在这块巨大岩石的侧面刻着14条鱼。这些石鱼只有在长江的最枯水位时才露出水面，一般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见到一次。这些石鱼是供水文观测用的，被誉为长江古代水文站。除了石鱼以外，在石梁上还有唐宋元明清历代镌刻的164段文字，记载了自唐以来1200多年间72个年份的枯水资料，是难得的水底碑林呐。离开涪陵，顺流而下54公里，就到了位于长江北岸的丰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迷信的说法，人死以后阴魂都要归入丰都，于是乎丰都又有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别号——鬼城。不过，解放前的丰都的确是一座鬼城。唐朝以后，历代统治者陆续在丰都建起了玉皇殿、阎王殿、阴阳界等48座庙宇，总称为阴曹地府。在不到10000人的小县城中，竟然有1000多人从事迷信职业。既是阴曹地府，当然少不了要有阎王和小鬼了。这些丑陋的恶鬼、野蛮的酷刑，把地狱之苦呈现到人间来了。你想免受地狱之苦吗？就看你能不能顺利通过天子殿前面的奈何桥了。现在，这位游客也来试试他的运气。啊，运气还不错。丰都作为川江上一座独特的城市，吸引着来来往往的无数旅游者。告别了丰都，我们继续东行。
在川江上航行，时而能见到这样的场面，船工们整齐地滑动着长长的木桨，搏斗在急流中，好似巨大的水鸟扇动着强劲有力的翅膀在追风洗浪。这是力量的竞争，这是智慧的较量。小木船和轮船相比显得那样单薄，那样纤弱，但是它也有过辉煌的历史。在轮船进入川江之前，木船曾是川江上的主要交通工具。船过中线往东45公里，郁郁葱葱的长江北岸有一座孤峰拔地而起，这就是奇观异景石堡寨。石堡古寨传说是美丽的天神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留下的，形如玉印，又名玉印山。从清代初年开始，能工巧匠们在这儿依山取势建造了一座木质结构外形奇特的塔形楼阁，高12层，楼阁的每一层又各具特色。靠山一面的石壁上，有的雕着泥塑，有的提着诗画，有的刻着碑文。说来叫人不信，这座高56米、总计12层的楼阁，没有浇筑一点混凝土，没有凭借一点钢铁，就是这样简单的木石相衔，像小孩子搭积木似的，一层一层向上延伸。这100多阶木梯螺旋而上，是通往山顶庙宇的唯一道路，真可谓匠心独具，天工巧夺呀。攀上寨顶，俯身眺望，群山蜿蜒起伏，苍苍茫茫，长江汹涌澎湃，滔滔东去，云雾朦朦胧胧，随风漂浮，此情此景令人飘飘欲仙，流连忘返。仙境般的石堡寨渐渐落在船后，我们又开始了江上航行。交通工具的先进，再加上顺流而下，40多公里的水路，1个多小时就行完了。沿长江北岸，又是一座房屋层层叠叠的山城，这就是万县。它是座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古城，汉朝以前称为万州，清朝的时候改名为万县，是四川湖北交界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质集散地，素有川东门户之称。万县往东55公里就到了云阳县，与云阳县城隔江相望的半山腰上，有一座琉璃粉墙金碧辉煌的殿宇，镶嵌在碧绿翡翠之间，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张飞庙。